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刀郎。那么在这个深圳龙岗啊，万科里旁边这个世贸中心华润万家出口这里呢，有个小店，一碧一碗，走去看一眼。20元的快乐啊，谁懂？这边真的是还不错哦，力度挺大的，然后一币一次，挂件什么都挺好抓的。娃娃那些娃娃没事，估计也是挺好抓的吧。然后它是能甩啊，慢慢可以甩起来的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